走。我觉得你娘挺规律。挺规律这个卷帘。那怎么回事？怎么定规律？就下雨就弄成一个下雨下的。我看怪事儿没事。这头毛驴啊，是上一次修完的啊，现在还不能恢复，现在是不是要再换一次药啊？再换一次药，看看能不能行。哎，上老爸。这是上次一修完的头驴，是个漏蹄子。哎，不管谁故意的，俺不是干的，都俺弄这的，俺不管。这个蹄子是有问题啊。别让孩子呀，你们定去说他们。俺这说话嘞。那这上是冲冲呗。冲冲了。赶紧把它踢掉。把这一块的肉听能掉吧。能掉吧，我去拿双耳的能掉吧。不行，把它缠起来不得了。嗯，那块粘掉吧。你那拆不拆不好呢？拆不好拆。这是你拆，这一拆就拆少了，戴不住；拆多了就破了。对吧？这块是吧？这块怕破了。哟，不走。哟，还行，多少？嗯，这条就在里头里。条在里头嘞。在里。在里头还得弄出来。弄出来。哟，不走。鱼不动，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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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大爷鱼啊这找开了吧嗯出来了这是啊嗯那是不是出来了呢我多掉了嗯，这出来了都。啊，出来了。兔儿啊。出来了。嗯。出来从嘴巴。那地沟它了，这都坏了。啊，坏到这儿了。可不。坏的很，别提了。这里头都空的，那么多窟窿啊，是吧？嗯。要不他妈整彻底啊，这回整彻底点吧。那不是个叶儿啊，是吧？你看。是。是叶儿不？叶儿。对，就是那儿。这是面。这不条。错地了，对对。把错堆到这儿了，好不是。出来了，错。哟。啊，这边真拆出来了，我看见了。哦、是。哟。是吧？嗯。啊？那是反正我在掉这儿了。这都是鸡巴空里了，这不是？因为都空了。你不在说下去？哟。
车这不是这不是交替哟有什么你把这边对把这边拆下去哟哟哟什么叫交替就是外头这坏了把里头给装出来了是这意思吧不是不是里头还这么多交替你是啊你没见了那啥了就你没见了那没有那个啥真的有点错那没点有有有那对了这咱们对了、哦、是是那我看我看我看这是那嘴多了、哦、嘴好几股子的是什么事咱们继续治疗啊嗯啊这是脚疼这是什么鬼啊他疼他立立的嘛是吗哦这就是辣椒疼是吧辣椒疼这就是烂脚心呐、啊，脚心呐、啊。他这是，你反正练了，他就往外拱。拱他这腰一弯子。你说拱到那儿是吧？走、啊。主主在这不疼，他这不疼了，变了形了，他。嗯。腰。这样倒不累。嗯。这样正好倒快。对。我说这样正好倒快。嗯。哟哟不是小梅肚你小梅肚逮不住你不要这上来会摸那黄油胶小梅肚黄油好小梅肚黄油我黄油摸上了上小梅肚还一等就掉了啊这等就掉了黄油胶这不能忘了这得哟小眼吧对摸着他这个摸着这个他自露出来摸着弄喽哟弄开着让他是没人弄的没有哟这挖的进来的哎呀你看这猫里太受罪了疼痛难忍呐不断的跳跃那都没力了哟哟的你不是你到整个了我说到整个了哟哟长早上我早上这哟好了治疗好了看看啊这回彻底的治疗了一番